只记挂着那个飞的旋转着的雨中的操场，为什么是你而不是我？为什么是这里而不是那里？为什么不是之前不是之后？不断的想把发生尽可能的延后，又不断的想在那个不在的地方。这就是旅人的矛盾，旅人的感受。我想当你离开了以后，我们的城市好寂寞，我的雨已经游回了大海，剩下我在干燥的浴缸里醒来。我记得童年的有一天，上课的钟声响过了，一场大雨忽然猛下起，在广阔的空无一人的操场上，我曾经那么吃惊地看见你站在雨中旋转，我看见你全心全意地旋转，我看见你快乐的微笑的旋转。闭起眼睛，仰起头，全身湿透，仿佛正在这里发动一个被猛烈的雨水浇熄的引擎，然后你就要飞起来了，飞起来了。25年后，果然，你飞起来了，飞走了。我替你开了半辈子的车，从来没有想过，两点直线之间，还有另一道往上爬起。无限延展的弧线根本没有落点，那个空旷的雨中的操场，那个在雨中旋转的少年，我再也没有机会告诉他曾经多么羡慕他和他的旋转，我一直记挂着他在梦中的童年和那被他旋转着的雨中的操场。